腿是弯着的。好。最后一个。啊，抱一下就可以了。怎么？就这么抱了？抱一下怎么了？就这么抱呗。就这么抱了？那不然怎么抱？我边唱歌边抱。不是。啊？我意思是说，这孤男寡女，就这么随随便便抱在一起了。你平时不是也挺害羞的吗？我们两个都这么熟了，抱一下怎么了？你还想不想出去了？不是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很奇怪啊？我哪里奇怪？就是很奇怪啊，你就是整个人都别别扭扭的，有的时候吧，我感觉你好像在生气，但是有的时候也好像没有，你就完全不像以前的你啊！如果是以前的话，你肯定就……我合欢公子才不是那种在乎繁文缛节的人，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，我偏要亲，这才是以前的你啊！你把我说的跟淫贼一样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以前多爽快啊，怎么现在跟那种暗恋别人的初中生一样。你真的有喜欢的人？不会吧，难道真的被我说中了？谁啊？我认识吗？哪个小区？几零几？住哪一户？不是你别说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他会吃醋啊，所以不敢抱我。开玩笑，我萧无定会怕一个女人啊？一个女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随随便便被我说两句，你就把你的小秘密给套出来了？没错，我是有喜欢的人，我喜欢的人。就是你。